嗨，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复习 phonics。好，我们把这一册所学的 phonics， 就是自然发音呢，一起来复习哈。好，我们教了 a、e、i、o、u。好，这五个字母的名字 a、e、i、o、u。啊，这个在上学期啊，老师教你们哈，26个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的时候呢，都告诉你，哎，这些字母的名字了，对不对？好，来，那我们接下来说发音呢，好，它发出来的音呢 ，a、e、i、a、e， 对吧？再一次。哎，这个两个有点像，对不对？这个呢，好像你的发的音是在你的喉咙的后面，好像噎住了，哎，然后嘴巴稍微比较大。那这个呢，老师都说很像那个台语那个哎，好、哦，它发音呢就是比较轻，哎，哎，你吃饱没？那个哎，好，那这个一没比较没问题。那这个啊，然后这个打嗝的好，这个是三年级上学期。26个字母的名字跟它的音都教过你了，那我们到下学期呢，就是要来再学更难的，就是发音呢是一个单字的。那至少我们现在学到的就是三个字母所组成的。那我们这一册呢，就是强调这些母音呢是在三个字母所组成的单字的中间。好，例如说这个 a、哎、好，那它的前面后面都各有一个字母，然后呢三个字母组成一个字。好，小朋友你想到什么呢？我们以前学过的rat r at rat， 好，中间就是这五个母音之一，那前面跟后面就不是，就是其他的字母。好，好，那还有呢？如果我把 t 拿掉，变成这样子呢？red， 对吗？好，那呢，老师呢再来改，假如说这个 red， 哎，红色的啊，好，我们上学期教的颜色 red， 红色的。好，那我们把这边再来改前面的字母呢 ，p， 哎，这个 nnn 我们都说呢呢呢，可是因为它在字的尾巴音，你要改成鼻音的p a pain p n pain。 好，那如果改成这样呢？at pet， 好，刚刚那个 pen 是不是原子笔嘛？啊，这个 pet 宠物有没有？
哦，所以小朋友记单字的话就是这样子记的，先把发音学会，好，这样记单字就会很快。好，那换这个，换这个。我 at wet， 好，湿哒哒的，有没有？我 at wet， 湿湿的。OK， 好，再来改中间这个字。这个字母改中间字母 e， 我 it wet， 我 it wet， right？好，那来改其他的字。这样子呢 ？K I D kid K I D kid right？ 好，再改一个。如果这个呢 ？B I D bid。bid bid， 对吧？小朋友，你都尽量自己念念看哈，在老师还没念之前，你就先念会了，好，这样子就很厉害哦。好，再来改一个，如果这样子呢 ？pig pig， 哦，猪嘛，对不对？我们学过的动物单字。Pig, pig, pig。好，小朋友，其实你可以在家里哈，就随便你就像老师这样子啊，把字母变化一下，看你会不会念哈，这样自己来做练习。好，来换这个。啊 p a g p a g。pug pug， 好，再来改变字，么 up mop， 对吧？么 up mop， 好，再来改变字。Up, hop， 好，再来改变字。Hot, hot， 哦，很热的 hot。好，再来改最后一个母音。Ut, ut, ut, hurt。刚刚是 heart， 哦是 r， 那这是打嗝的 ut hurt， 对吧？好，再来改一个字母，hug hug， 好，再改最后一个，再改最后一个哈。就差不多了，这样子嘞，怎么念 ？bug bug bug bug， 好，这样小朋友你都会了吗？你可以把老师这个影片呢，再从前面看一次，那你要念得比我快，那这样子你就会了。All right， 好。好，接下来小朋友来一点难的哦。我们不要拼了，直接念，你有办法吗？直接把那个单字念出来。好，这个是在课本的，嗯，哎，不对哦，这个是在习作。好，小朋友你想要看的话，是在习作的31页、32页，这个 Phonics and Me。好， Phonics and Me。
这个单元练习单元，然后你看他说配合 review one review two， 所以这是总复习的了。刚刚老师有复习过 phonics 啊，这个那五个母音，那现在我们来挑战啊，这个图好漂亮啊哈，挑战从这个 one 开始，不要拼，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念？老师念慢一点。我希望你看有没有办法在老师念之前你就先把答案念出来。好啊，如果你念的跟我一样那就是答对了，如果你念的跟我的不一样那你就是错了。好好，来哦，准备 ready number one rat number two pain number threeWet. Number four. Mad. Number five. Kid. Number six. Pig. Number seven. Mop. Number eight. Hat.Number nine, bug. Number ten, hut. Number 11, beat. 哦，小朋友这样可以吗？你觉得你念的有跟我一样吗？如果没有一样，没关系，你再把刚刚老师看的那个影片，啊，老师刚刚，就是。之前好复习的那个 phonics 的部分，你再往前看那个影片再看一次，然后呢最好要像这样子，你一眼就看出来就会念了，不需要再拼。那如果你没办法没关系，那你只要再像这样子一个 pig 这样子拼，有没有办法做到呢？不用拼就会直接念出来，他多练习，这个要经过多多的练习，多多听 CD， alright。